Costco 的这款存储罐，三个装，19.99元。拆箱，这个，三个装。感觉像在拆俄罗斯套娃一样。一层一个，哇哦，是这样，一个套一个。是有机玻璃罐，并不是真正的玻璃。有机玻璃罐那是，它不会有臭香味的。它那个里面有那种臭香味。三个。这个材质不含双酚 A。可以用洗碗机清洗，使用之前先清洗干净，当然我还是喜欢用手洗，清洗干净以后把它拆开来，给它水分晾干。主卧盒洗干净了，看这个盖子，它有一个密封盖，可以拆开来洗，这样的话洗出来很容易把水晾干，也很容易清洗。现在已经洗干净晾干了。这个设计很好，大的这个压下去密封，盖上压下，这样一只手就可以操作。整个就密封好了，开的时候也很方便，直接一只手就可以操作，不需要两只手，这很方便。这个储物桶它不是玻璃的，有机玻璃，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套起来。存储就很方便，这样也不占位置，真的非常赞，这个值得推荐。把食物存储在密封罐里，能有效的防潮，保持干燥，单手操作打开和闭合都非常的方便。